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，我们是生活在二维空间的二线人，我宣布对你们三维空间进行升维打击，这就是二维空间的我们生成三维生物后，你以为伪装成蒙娜丽莎就能对我们进行升维打击了？那必须的，我们甚至还按照你们的模样发布了二维通缉令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抓到他。我们为了进行升维打击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比如这是我们二维的青蛙，升维之后这里油油的一坨，哪是青蛙呀？老虎、狮子等等，你们二维的狮子都是长着猪鼻子的菊花吗？小鹿，还有你们山海经里面的神兽，这哪是神兽啊，明明是四不像 iPhone 22，好不好啊？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是怎么进行升维打击的话，关注我，下一期我给你们讲一个惊天大秘密。